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现在要录制的是《过关斩将》第三十关。哇，三十关应该是门槛的。如果两颗星没有拿到，不然如果过关，建议的战力是十万，我就8万。好，来吧。哇，这个特殊奖励多了一个东西耶！能打过的话都赚到了。加油，这关应该是算特别难的吧？武器有点废。这局不要抓狂了呀！我瞬间无敌了，他不要偷打人呐、啊！现在一级了，大一级了。是过关了耶！可能应该只有一颗星而已吧。对。就是获得额外奖励啊，这个东西是干嘛的？然后啊，谢谢各位收看。